手机，今天变装，你那个戒指要不要先拿下来？我不是就说我拿不下来吗？所以之前在拍形象照的时候，我都没有拿下来，然后拍那个改元 IB， 我也没有拿下来啊。风水老师讲什么就信什么？没有，我不是风水老师，我是真的拿不下来。你手不是很瘦吗？怎么可能拔不出来？没有，我真的拔不出来，不信你们看，真的，我真的拔不出来，真的拔不出来，真的啦，我真的拔不出来啊！还是我们来试网络上的几种可以把戒指拔下来的方法？不可能，我怎么拔就是拔不下来。这种事是真的拔不下来，不然我们来试试看。出来，前面不是云生的吗？怎么啦？这什么东西？好了，脚在架着，架着，架着，来来来，你们帮我用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大概约今年四五月的时候呢，我这个卡地尔的三环戒呢，本来是戴在我左手的无名指上面，因为我就选了一个我认为有办法撑得住这个冻的手指头。后来因为慢慢变热了，改戴右手之后，我再也拔不出来了。为什么热了要改戴右手？因为我还是觉得左手很松，右手的无名指应该比较紧。就开始天气慢慢就是变热了嘛。那这也要解释吗？上次去专柜拔的时候也是拔不出来。那他们有用什么方法吗？还是就只是这样子？就是一直这样子啊。他已经完全被卡住了。那你没有用力，我怕弄痛你。真的出不来耶，你太紧了。我想过，如果是把它吹热，让戒指胀胀的，我就拔出来试试看。你是不是很烫啊？还是不行哎，你没有出力啊，你很用力，出力你流血怎么办？出力的时候会流血吗？会啊。我妈会看，我妈看。那你妈会看吗？我妈会看啊。那你妈会看吗？对啊。为什么妈妈你们要看啦？哇，这卡超紧的。好，你拔，拔下来有奖金吗？有，帮我拔下来就有奖金，年终八个月。我来拔。超肿一包的，真的塞不进去。什么塞啊？要拔。我要把你这边的肉塞到进马路去。我只有机会，我只有机会。我觉得真的不行哎，可是我看你已经快要出来了，你第一次可以这么出来哎，你看它已经跟其他手指头不同颜色了，非常的肿，热的不行就冷，对，热的不行该冷啊。你之前不是有买冰棒放冰箱吗？买冰棒，说很热你要吃冰箱，有点难控制。好，我就这样夹着，我好冰哦。我觉得我还没有拔出来之前，我手已经被冻伤了。而且你知道，我之前连那个除毛啊，他们也都很紧张，还要帮我把戒指拨开，然后才能除到这个手指的上面的毛。哦，你连手指毛都有除？对啊，把你肿肿的那块肉看可不可以冰小一点。啊天哪，可不可以？这可以吧？这可以吧？我觉得它就到这里了，这里是它的尽头，我觉得要再冰一下。哦，加油！年终八个月，是不是感觉好一点？对，没有哎，这块太蓬了，这块我卡住了，我真的就是怎么拔都拔不起来，颜色整个不一样了，这整个融掉哎，还是你的体温太炙热？哎。好的，我们刚刚现学现卖，然后看了一下网络上的影片，他们说用牙线绑着也可以把戒指给拔出来。先找到一个缝隙，有看到我的缝隙吗？有一点。哎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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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不错。他讲的好像是戒指出来了一样。然后要吃到这样子吗？哦，35到20，有点像控肉。把最蓬的这一团肉哦缠起来，好紧，对。你不觉得我的手指头变色了吗？这样好像有机会，好像有机会。哦哦哦哦！你不要做这个，这真的很重的哦！看看看，好冰棒，好冰棒，要不要加一点油？好冰棒。我一个朋友的啦，抹了之后你觉得有比较骨溜吗？没有，好像没有哎、欸。我的手指变色了，还有知觉吗？干、欸、好紫哦、喔，咒术，你眼睛看没有感觉吗？这么天松绑啊，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可怕。到时候被网友骂。
想要谋杀老板，先促进血液循环。这个手势很专业。你那个声音很大声啊，这不会被红标吧？不会啦，不会，它是手指头哎，颜色有点深的手指头。我觉得它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因为这个戒指它是三个环，然后扣在一起的，所以又增加那个难度。好的，就是过了五分钟之后呢，我的手指头的颜色有比较恢复正常，但是你不觉得我的无名指右手就是真的比左手还要大吗？然后它现在的粗度已经差不多快跟中指一样了。谢谢你们找了很多网络偏方啦，只是我们还是没有成功，非常说我们还是寻求专业的协助好了。但网络上蛮多人都是找消防局协助的哦，所以我们没有滥用资源。没有啦，你也不是故意的。而且我真的拖了很久，我拖了半年才想说要不要把它拔出来，我的针带。而且这半年你也有去专柜找过他们的帮忙。可是我去消防队，我是要剪掉嘛？那很多人都会去把它剪掉，但你舍得吗？剪掉。对啊，剪掉。你只能这样啊，你要你的手还是你要这个戒指？剪掉修复吧。通常破坏了就没了耶。你可以带回家留念啊。你要不要偷偷透一下这戒指多少钱？我没有。啊？耶！我今天不就没有那么肿了吧？有好一点，但是我还是拔不出来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干脆来消防局请求协助好了。而且我们有先打电话问说，我们到底要怎么做会比较好？他们还人好，很紧张说，那你们要不要先过来，就来找消防猛男帮助吧。因为我们昨天试了很多个方法，都是拔不出来。我们的做法就是破坏掉了，好，应该是拔不出来。真的有机会可以直接拔哦，试试看。是，我们只能试，可是手指头会很痛。还上网看说有一些方法，但还是失败了。对，那个要肉还没有整个肿起来的时候。你先泡一下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真的很谢谢大家，大家好热心啊！半年都没有拿起来过，没有，但是还好。等一下，我们直接上那个润滑油，分配变很齐全。病患用的润滑剂通常要泡多久？因为你现在是有点肿。对，所以怕是怕是因为肿卡住，但是脑冰。现在的方法是先用鱼线一样把我的比较粗的关节把它缠起来，然后让它缩小。对，比较肿起来的那个手指头会让它强制把它压下来。那缠很紧，我的手指头会不会变色？会，暂时会变色。手指头有变色就不能再长。对，如果这个方式尝试还是无法，鱼线会剪掉，你就变成要破坏自己。是鱼线吗？嗯，牙线。所以你是看影片啊？对啊，在消防局有拍类似的影片。鱼线比较滑，那如果不行，看要不要直接接。这个会很贵重。这个就是对啊。好，我们先尝试鱼线。哇，这才能比针针还要紧。就是要让它不要往右。手整个手肌关节微变小。还是说短暂掉线？动作快一点，好吧，慢慢。等它变黑之前，对，这个白肉压平，应该有机会。啊，真的吗？有点好像肿起来的部分比较小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，机会越来越大了。真的吗？恭喜你，加油加油！忍耐一下。有越来越小了吗？有，明显变小了。有比嘟嘟好香肠还要小吗？真的吗？他们很专业，你要相信专业。有特别痛吗？他有在痛吗？有吗？哦。好痛哦！哇！这里还有什么？休息一下，对，泡一下。刚刚是有机会。现在已经有点肿起来，应该就是代表你的血或者是你的组织已经囤积在那个地方。我觉得那个空间有出来了。传完这个转这一条。它就会跟着一起转。你有看到吗？真的是很密耶。对啊，我们昨天真的是很像在捆猪肉。加油！咦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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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都还没过关节，对，不要，这真的太紧了，太肿，真的太肿了，破坏掉好了啦。嗯，因为刚还没过关节，你就已经痛了这样，这样不太好。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比较会叫？对，我怕伤你的手啊。我们保险一点嘛。我们就帮你做剪断。剪断会不会剪到手啊？不会，我们会做这個保护。那我们待会剪一个小缺口就好了，然后我们直接用拉的把它拉掉。有没有经常遇到民众来求救，是因为戒指拔不出来？有，还蛮长的。因为我们一直不敢来，我们就很怕造成你们的麻烦。哦，原来保护是这样，真的还用一个小贴片。
那请问有遇到像我这样的女子，然后就是卡了很久，然后才来求助的吗？有更肿的，哦，先做个前置作业。其实你也不用剪到全断，就是有缺口就可以。嗯，但是我们一拉它还是会断的。哦，这样超紧的。那我手要怎么摆？要开始了吗？对，你帮我放轻松就好。好。哦。快，没快很快。那你这个是？你不用怕，它很快。你这个是贵金属。来，怎么好像是我手要被切一样？应该也不用拉了。啊。剪断就剪断。一、二、三。好 okay, 好好，停，再拉一下，再拉一下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好，还有一根，有，应该是回去接吧？啊，对，我就是要拿回去接的，好哟，谢谢大哥。你现在心情什么？我现在心情很复杂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好的，我的三环戒就这样子被咔嚓断了，因为它毕竟是三环，所以刚刚消防大哥他们也是用了九个人的之力才把它拨开。有两个手指头差这么多，哎，这真的就比较肿。他们很好，还让我就是先冰敷。他们真的很用心。对，然后很怕我觉得痛，但是连剪都很痛，因为整个卡住了。而且有他们在，真的很安心。像我们昨天。在那乱用，你们很解救了我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。好哟，我要直接把我的三环戒看能不能来修复，来请教一下。还好吗？好。那个我不是说我要去把戒指拿去修复送修吗？结果他说因为其实剪断后无法修复，假设我要修复的话要把那个送回去巴黎原厂去处理，要手工制作，然后呢需要6到8周的时间。重组的服务价钱是现实价格的60%，好像还是有点贵。对啊，那你有要修复它吗？只是我觉得60%，那我不如就是直接买新的。那修复之后，它可以修的跟原本一模一样吗？我不太清楚哎，但我就觉得说算了，我也是其实买大一个 size 啊，这个就是卡住嘛，就这样了。好哟，因为我又不死心，所以呢又请了修复戒指改戒围的厂商呢。特地来公司一趟，然后要跟我重新量戒围断掉的，看能不能再继续让它修复完成。这是49，哦，可是我之前在原厂量是47，49就有点松，主要就是关节这边太粗了，所以就是会卡住。这个差不多是在48号半，嗯，对，可以试试看。48号半可以耶。然后我先试着拔拔看，拔不出来，等一下，拔不出来，慢慢拔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又卡住。是拔得出来。我再戴一次49好了。好的哟，我们这个企划呢，从夏天拍到了冬天。我找了台中的朋友介绍的一间 Era 5的做珠宝的，他竟然帮我把戒指修复完成了。哇，好期待哦！本来不是断掉的吗？嗯。好了，哦，嗯，你看，你看，他还帮我抛光哎，然后变很金哎，然后接起来，同一个戒指，对，然后还帮我改戒围，看起来像新的，好厉害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这边拯救我的这一间，我朋友介绍的，真的就是帮我改到就是完全可以戴得下的。我现在看你戴，我还是有点阴影，超怕你拿不出来。有觉得不舒服，还是不要硬戴，那没事的话不戴也是可以的。你通常会戴吗？还是戴一下比较好啦。对，会怎样？会比较漂亮啊。哦。